个大论坛找了一个大神帮我配了一个配置表出来，然后按照那个配置表去买的电脑，在京东上面买的零件，然后全部寄到家之后再打个电话找一个在那个五八同城上面找一个小哥哥，我付他100块钱帮我把电脑装上。
怎么又跑第九名去了？想到苹果直播一开始，我直播间的人就会直线下降，然后留着的都是真爱。恭喜恭喜恭喜！哎呀，
you
是会熨衣服的，会把我的男朋友衣服熨得平平整整的，我还会烧饭，我还会舔耳。为什么我没有男朋友？我还会舔耳。喜欢听天儿的小伙伴，记得点一个关注，谢谢。这个直播间每天不定时的听一会儿，谢谢大家，比克拉，比克拉，比克拉，谢谢花天使。
才能好，你为什么把我的鼻子划成一块？为什么我的漫画人物是没有鼻子的，只有一块高光啊？你是在嘲讽我鼻子上的高光大太亮了吗？是吗？什么 ASMR 主播？我不会答应的。谢谢彤彤的六六六，谢谢我雨的笨笨。
下去，好危险。看了我的吃货通，决定买个大虫子的船。我真的会喷出来的，你们信不信？你们到底要不要听国通啊？混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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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大虫子，混蛋，混蛋。
羡慕我的小胡子。